you mm -hmm. 本次第六十三页，本次六十三页，请看在第四行，第四行，古奇奇缘。 以无相行故，复次三空门：以心会念，会念登场二空相持，故言会念，会念。如是相念，若无生者，直到关道，则明光明光。 一呼二创，无怪爱哭。好，到这，古天天就这么少。运用无相心法，运用无相的观恨来扶持三跑。 不此次起三空之门，三空这里也可以解释出三系统门，三系统门。 空无色无相，这个就是三空门。而通常讲到三空，就是我空法空空空，这个就是三空。那在这里，依照我们经文的意思，是指三色同门，这个、属于三空门。 以心会念，会念等等是什么意思？二空相持，故言会念，会念，无空法空，互相吃醋。所以说是会念，会念，如是相连，如此，这种无法二空。 观照的智慧，互相明彻，相续不断，就可以证入无生的真理，进入一诸法的极面相。直到观照，则明光明光，一幅二藏，无挂碍苦。 直的道法，观的道法，那么都是明光明光了，因为他能够降服烦恼手之恶障，没有挂碍的缘故，接着。 再解释下一段的经文：不观入空假，纷纷幻化，幻化所起，如无如无，法体其善不可复，观法一而差。先看此起的说明，直起名不观入空假，是观法一而。 一切乃其节尽观法，以行无相复兴之意。严复官禄空家，登朝成上，即以无相复兴，深入深入至理，即以努力平等，大惠光明，从复兴中而起观造。 观落于空即见真相；观落于假即见属相。空之真相即见，则空中之分分许多幻化所灭何有？假之俗相即见，则假中之分分幻化所起何有？以是生即如生。 灭其如灭，身灭其如，果圆如我如我，法体提善不可复测。不善而具以无生妙慧，观照诸法，万法体灭如我，果知诸法圆会而起，法体本质不生。 缘灭而善，法体本质不灭；即诸法体本无其善，则无实法可复。故云：法体其善不可复也。言观法依而持，为守护法体，既不可得。其有能复自观而可存焉。 啊，到这里，纯爷，请诸位给他加一个问号。官员官法一二二，士则进之俱浅，了不可得。如是观恨，如是正心，方能复此三宝公堂。为是为福子复兴之体用观照也。好、哦，到这。 之前他就这么少。不管陆空家，一直到官法，第二，一集团的新闻，来就是解释清楚前面能关照之法，用来显现。 无相复心的意义，而说到复关路空假等等是什么意思？是成者上文。既然运用无相的复心，而能够生生记录也，能观之次。 守正之理，那么就运用真如理性，平等平等，这种广大智慧的光明，就从佛性当中而升起观照，观照入于空，那就清出真相。 真谛之相，观照路一家就能够遣出世俗的事项。空观的真相既然遣出，那么在空观当中的纷纷许多幻化所灭的。 所灭法的情形，所灭去的情形，哪里还有呢？也就无所有了。假观的属相既然能够清楚，那么假观当中的纷纷幻化所生起的诸法，哪里还有呢？因此之刻生。 也就是诸法的身体，也就是真如之身哦。真如的身体，诸法的灭去，也就是真如之灭啊，是灭去的情形。所以生、身体、灭去，诸法的身体、灭去，都是真如，所以是少，所以说，如无如无。 如如我，鲁鲁也就是何处守卫他？啊，既然生灭皆如我，那么我就是属于第一异空了。都能够记录于第一异空，啊，这个就如如如。那法体其善不可复什么意思？菩萨既然运用无声，微妙的、啊。 观慧来观照一切诸法，它是犯化如犯如化，生灭如无的情形，生起灭去如无的情形，所以就了之。一切诸法因缘会合，它就集合啊而生起了，而诸法的这个自体。 它是本质不生的，本质不生的。因为生，因为善灭了，他就丧失了；因为灭去，他就丧失。然而，诸法的自体，它本来自体也不灭去的。既然诸法的的这个自体本来没有， 集合散面。如此的话，那么也就没有真实法可以复持。所以说，法体以及善不可复。而说到观法意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复持的法体既然是了不可得，难道又能够复持？ 观啊，这个智慧的观照，我可以把它存留吗？所以说，观法一而如此的话，所观键能观次，都全明了，都了不可得了。如此的观行，如此的真正的信信心。 才能够扶持三宝的功德，这个就，呃，所以扶持复兴的这种体现妙用的观照。好，接着再看何处的解释。何处人又一此明光智透，扶持观测若以空假二境。 纷纷幻化法中，须知一切幻法所起如无，为最极第一一空。而此如无法体，即亦非体，善亦非善，若即若善，皆不可得而复。所复之亲即不可得，则能复之观法。 一而不可得也，能护所护皆不可得，乃名根本无相护。若有守法可得，则为八道之首，恼也。好，左侧何处？当就这么少。右侧，应运用一层名官的啊。 知道观照智慧的这个道法，来扶持观照的这个智慧，而能够入于、去入于空假这两种亲切，空假两种亲切。 空观守路的，就是征地的进去；假观走路的，就是俗地的进去。那么纷纷幻化这些诸法当中，都能够了知一切如幻如化所生起的都是如我，意思就是都是啊，我就是记录于。 第一一孔。难道这种如无的法体、诸法的质体，把集体集合起来，也不是集合；善灭的时候，也不是善灭；或者集合上面，或者善灭，不是不可得而复取的。 守护的境界，既然是了不可得。那么能能护持的灌法，也是如此，一样是了不可得的。能护持、守护持的都了不可得，这个才叫做根本的无相护。假若有少许法可得，那么就会变。 八种颠倒，说扰乱了考题册。古之之人，如是富官，路为空气所抢，像别哭，人纷纷；是博是法，万事中是有苦，人犯法犯法。 所起所相性空，空之总是无故。言如无如，无。以下结。云云何所起？言法体起。凡所众言，言法体散。无定自性，言不可复。如所观理，能观一尔。 五七七他就这么说明。如此的复兴观法啊，对于空观所对的境界，还有假官所对世俗的这些相传。那么。 空间所假，这种相状有所区别的缘故，所以叫做分分。那么这种是否是法啊？在希望事情当中，是自由的变故，所以叫做犯法犯法。这个无法。 其实是没有无法，无法天空的，都是由于我们反复啊希望的执着，有我执，有法法执，他就啊现车哦有真实的我想法相了。其实这个我法、啊、都是。 没有的，而他相似有这个我，使我相似有这个死法，都是属于我们希望的事情当中，希望分别出来的，所以是是有。万事当中是否有，其实是没有，都是啊，我们希望分别出来的。 所以万法为实，没有外头的成见，这些成见本无，都是我们事先虚妄分配出来的，所以说是犯法犯法。那么所升起的世俗的这些诸法的相状，体现都是空情。 在、哎、空观的智慧当中，是事无的轮廓，所以说是如无如无。那么以下的经文就是属于解解释了，就说的，各种因缘合合所生起，就说他，哦，这个法体，集体起来哦，啊，升起来了。 那个啊，没法，没法，各别属于啊众多的资源，自己的源。所以这个就是法体善灭了，法体善了。但没有决定自知体现。诸法都是如此，所以是不可复，无法可复。 又如同所关照的这个理境，能关照的智慧亦不如是，所关照的理境是不可负，能关照的智慧一耳，也是要明显的。所以说，关法一耳啊，好，接着我们再说明。 心求喜心，若佛慈，见他人得乐，长生喜悦，及一切物假空造起，而不入有为，不无，即然大乐无何？有说而发，有法而见，云假，法性平等一观，心心行。 多闻一切佛行功德，无相喜智，心行生念，而尽造乐行，缘一切法。好，念库经文，直接我们看此接的解释。此接云只是喜心之意，其方便波罗蜜也。白金明，法王指出。 为从佛正教而生于者，当受佛为苦，喜者其欢为一，乃快至他得乐之位。好，先看透彻。之前方九解释说，此是喜心之意。 这位就是解释许心的意义，也就是方便多，方便普罗密，就是方便多。北京民明法王子处》，其他的经典呢，就称作法王子处。什么叫做法王子处？ 为从佛正教而生为财，当受佛为客。意思就是，从佛法王的正教、真正的教法，而能够生财为理解，生财为理解，当受佛为客啊。他能够。 如同佛化度众生一般，所以啊，当然能够受成无上佛果这种甚微的名刻。那么在释教一提出，他也有解释，他也是简单的解释。 说从佛王教而生于切，当少佛位名法王之处。从佛的王教而生于切，当少佛位就叫做法王之处。那么这个福弘气，他就解释说：从佛王，从佛王，佛就是法王 从佛的法王这个教法，能够生起理解。这个就是从佛法生，从佛法生嘛，如同佛的法度，如同佛法度众生一般啊。那菩萨也跟佛一样来法度众生，所以说当受佛种，也就当来能够受气。 佛的这个，呃、啊，这个中心，也就是当受佛位的意思。啊，这段说过，接着，其者，呃，其欢悦意，乃快至他得乐之谓。其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欢喜畅悦的意义，乃是畅快自己。 还有他人获得快乐的意思，自己获得快乐当然欢喜的；其他众生获得快乐亦复如是。因为菩萨的心，他在最初发心就是要度化众生的。看待众生都如同赤子一般，自己的赤子，跟幼小的儿子一样的。 那自此得到了快乐，做父亲的当然快乐了，所以是畅快自叹得乐之味。好，接着何处人亦可别对法王子处者方便最巧妙过何处少也可以特别。 来配推法王子处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因为他啊，这个方片是最为善巧微妙的轮廓。微妙的轮廓，啊，他能够度化众生，种种善巧方片，啊，最为巧妙啊，最为最为善巧微妙啊的轮廓。接着我们看具体，具体名。 其法王之处，为从佛正教而生于此，当受佛为苦；有法王以众生涅槃为喜苦。昔则喜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菩萨待众生如父待子，所谓父母为其子之忧，如为母为众生而病。” 法王以众生得乐为喜，故此又称法王此处行方便波罗蜜，是利生便是，故应在愿力之佛道处。具体解释这一段是不错哈。具体云即法王此处，这位。 就是法王指出，意思就是说，从佛啊，法王真正的教法而能够生起为理解，当然能够造成无上佛位的明果。又则法王是以众生正得涅盘啊，作为欢喜的明果，众生能够。 证得大菩提派，那证得无上菩提，他就最欢喜的。习者习是什么？就是能够悦喜一切众生，都能够远离种种苦，获得种种殊胜的安乐。菩萨对待一切众生，就如同父亲对待啊。 这个子女一般所谓父母为体体之忧，啊，父母为体体之忧是出于《论语》为政第二篇，啊，《为政》第二篇里头的这个经文，《论语》的这个经文啊，它、啊、怎么说呢？就。 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“父母为其及之忧。”孟武伯他问他，什么叫做孝？孔子就回答说：“父母为其及之忧。”什么叫做父母为其及之忧呢？根据。 一个蒋伯潜先生《论语心切，引出处，朱子的注解这么说：，说言父母、爱子之心，无所不至，唯恐其有其病，常以为忧也。仁慈，提慈。 而以父母之心为心，则凡所以守其身者，不能不谨矣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,说到父母爱护子女、疼爱疼爱子女的心是无所不至的，唯独恐怕、啊、子女、啊。 有了疾病，所以就常常非常的忧愁了，心里非常忧愁。所以做人家子女的的人了、哦，就应当体验这种的情形，要以父母之心为心。所以凡事啊。 凡是所用来守护我们身体的，就不容许不谨慎了。那要怎么守护我们的身体呢？啊，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我们不敢随便毁伤。那在推广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做人家子女的人。 就是要止恶行善，在社会国家做一个正人君子，做一个贤人，做一个圣人。那么这个就是护身了，守护自己了。那假如为非作歹的话，对人家、对国法、治法。 关到金牢狱里头，或者你违背作歹，当下就是受到众生的打，种种的给你啊这个身体伤害，因为你操作恶法嘛，就被众生伤害，所以这样说来，就等于不谨慎复生了，这个就不孝了，所以要谨慎复生，要怎么样？又、就是？ 我们要择恶行善，做个正人君子，要行菩萨道，依照佛法这么努力的去修行，就是做啊，就是孝顺的儿子，做个孝子必须如此，所以要以父母之心为心，好守我们自己，不要为为作态，我们所做的都是道德仁义的事。 都是利益众生的事，我那么众生对你呢，都恭敬哦，爱护咯，爱护你就好像爱护自己一般，是吧？你身体受到伤害，人家就保护你。你假如微微作歹啊，而当下众生受受害的众生对你就报复，你身体就伤害了，或者被杀了，那父母太伤心了。 这个儿子啊，微微托太被杀害这个就是大大不小。这个是一个说法。另外，这一句《论语》的这一句，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法。这个解释法什么？父母为其这个其次解释错。父母。 解释做父母、啊，前面这个“其”是解释做子女，子女，啊，那现在另外一个说法，这个“其次”是指父母来收他，也就是说，人子，做人子女的人啊，要忧父母之疾为孝，以忧父母之疾为孝。父母有了疾病哦。 父、哦、内心好，又愁、哦、苦恼、哦，又是想尽办法，赶快使令父母能够好起来。啊，这么解释也可以通。然而在这,这一句里头，父母为题提出用“父母”这两个字就要略读了，就要略读了。啊，那么在《孝经》的孝行章里头也说到。 说孝子之事亲也，啊，疾则治其忧。说孝子来侍奉孝养父母双亲，要怎么孝养啊？父母双亲假若有疾病、哦，做子女的非常的忧心哦，非常忧愁了。 所以、so yeah, 都是以子有父母之己为孝，这种也可以解释得通。那么，配对我们这一段的文文艺，具体这一段文艺，是采取第一个说法，因为父母在对待子女嘛，所以父母为集体之有，这个其次解释做子女，子女有病痛，父母。 心非常伤痛了，非常忧愁了，所以我们做子女的人要体谅父母之心。所以是采取依靠这一段，是采取第一种说法，就是诸子的助亲这一种的说法，跟这里相配。接着，如为谋而恶，为众生而病。 为母铁居士哦，他事先有病，事先有病，啊，为众生有病，自己就有病啦、啊。众生没有病啦，啊，自己就好了。好，以众生之病为病，为母铁居士。好，在为为魔铁居居里头，他就有收到的。好，然后我就派遣了这些，呃。 嘱大弟子们去探病，哦，弟子们都不敢去哦，啊、哦，最后啦，啊，就推文殊菩萨，哦，他就去了，就两个在那边谈不二法门、哦，这个非常殊胜啊！记得法王以众生得乐为学，法王就是佛。 我就是法王啊，大义众生，法界大切众生，不能够获得快乐，他就最最犯谁了。所以我们随佛了，就是随佛的这个心。我怎么存心，我们就怎么存心；我的身体怎么举动，我们就怎么举动，我的火焰怎么造作，我们就跟着怎么造作。 就对了，所以哦、啊，我们对待众生啊，嚯，你看众生对我侮辱了、这个诽谤啊、打骂啊、争吵，我们就想要报复，那这样就不是活菩萨的心了，就是众生心。所以我们学佛就是改变一个心理，渐渐心理跟活菩萨的心理一样了，这个就对了。 不能再像以前，我们没有学佛，没有受戒，以前还要脑海众生啊，不如此了。我受了戒，就是尤其受了菩萨戒，就是要成就无上佛道的。所以，生活与三业都是要跟佛陀来学习。啊，所以法王以众生得了为喜，我们菩萨的心则亦复如是，以众生得了为喜。 故此又称法王之处，所以这里又称作法王之处。行方便不露密，方便多，修行方便多，是所谓利益众生这边的事项，所以应当摆在愿度、力度之后。愿度就是前面第七愿心，就是愿度；第八负心。 就是力度，所以第七第八，现在一条就是方便方便度。所以应在愿力之后，好接着再看一下文。乐佛慈，见他人得乐，恒生喜悦，及一切物，假空造集而不入有为，不恶。 其然大乐无何取？这一段，子且云：见他人得乐，至大乐无何以切，证明佛子喜心体用关照之意。见他人得乐者，即喜庆也；长生喜悦者，即喜心也。何谓长生菩萨喜悦之心？ 为因你有，亦非我无。从久远来，华菩提心，愿为令诸众生离苦得乐，今今得乐之人，自其所愿，故心常生喜悦。及一切物产。名菩萨喜心广大之意。人不为见人乐而生喜心，并见一切有情无乐。 玩得乐场，以长生喜悦也。假空造起灯盏，证明菩萨三观明晓，以显无相随心之意。假即假观，空即空观，造即是会，即即是定，啊，即即定也。菩萨随听，不通凡夫情见之行。 一不同二圣空执之喜，二圣自喜，得除三界苦恼之患，得证三界土门。离菩萨法，游戏神通，极见众生有苦乐时，不起悲心。菩萨普然，如观路假时，造恶而成就，而不如有为，离此有相，故不同凡夫情见之喜。 如观入空时，即而成造，而不入无为，离此无相，故不同二圣空见自行。即不空不假，不有不无恶，是何等境界？即即然大乐无何，此等境界非尘劳众生所受用事，亦非恶圣自其境界，唯是菩萨定会圆通。 乃能其然大乐，又能乐其众全，己首乐者，二边不错中道不利，故曰大乐无和也。倒车，值钱这么少，见他人得乐，一直到大乐无和。这几段的经文正是说明。 扶持喜心体现妙用关照的意义，见他人得了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喜悦所对的境界。长生喜悦者，长生喜悦什么意思？也就是啊，能喜悦之心，常常生起喜悦之心哦。 而为增生菩萨喜悦之心，那什么叫做常常升起菩萨喜悦的心呢？不是因为暂时而有，也不是暂时而没有。菩萨，啊，他是从久远以来发了菩提心，哈哈，原来就是为了十念诸多的众生，都能够离苦啊。 离一切苦，获得一切的安乐。现在既然看到、哦、得乐的的人，就证实菩萨的心怀了、哦、的心愿了、哦，所以他内心就常常升起喜悦。及一切物什么意思？就说明菩萨这种喜悦之心是非常广大的意义哦。意思就是说。 不但是看到人获得安乐而生起喜悦之心，而且哦，就是看到其他一切有情啊，有情、物恋，有情的众生，包括啊、呃、这个像啊、呃、牛羊猪狗，其他的人，种种都包括在里头啊。凡是有情的众生，凡得乐者，凡是获得安乐。 的这个精神啊，菩萨啊的心者，他也都常常升起喜悦之心。那么假空造体等等是什么意思？就正是说明菩萨空假空，空假空三观圆满来修行，用来显示无相起心的意义。 假也就是假幻，空也就是空幻，灶就是会，即就是定。菩萨的这种喜悦之心，不同于凡夫众生亲子爱见之喜哦，也不同于二圣圣者啊执着偏空的这种喜。啊，二圣自己喜悦了，喜悦什么？ 自己能够获得处理，暂且苦恼的这个有患，能够证得三种解脱门啊，三系统门空、无相、无错，无罪错，称作无愿啊。这个我们前面都解释过。他虽然证得三系统门，然而对于菩萨啊的这个道法，像游戏神通啊。 种种广大微妙的作用，以及看到众生二生生死，以及看到众生有痛苦，或者获得安乐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升起这个悲悯，也不会升起啊这个欣喜。对苦就是悲悯，对上面获得乐就是欣喜，他也不生升起。 啊，悲悯、欣喜之心，而菩萨就不如此了。啊，就如同菩萨，他假如观察路一条宽的时候，他虽然路一条宽，然而去招而成疾了，未招而常常是既定的，所以他就不入于有为生灭之法。 有为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嘛。所以不如于有为，所以能够离此有相，他能够安住在空相，在空性当中，愿你有相，就入于去入于空性当中。这种空性不是偏空之性哦。 是真空，真空不空，啊，不空，所以不同于凡夫的勤见之心、坚持爱见之心。如同菩萨，他观照入于空观的时候，空观就是即定了。然后在即定当中，他不是这个偏离空这边，他却又能够常常的会照起这种智慧的观照。 所以，他也不落于无为这一边，不像二圣圣草，差，落于无为坑了。所以，他能够远离这一种的无相，所以就不同于二圣空见凭空的梯层之见之喜。既然不空不假。 灌路空的时候，他却能够集而成草，所以就不会不空；灌路假的时候，却能造而成体，所以不假。不有不无，不入有为，不入无为，这是哪一种的境界呢？啊？ 也就是极难到了无何的境界了。这这种的境界，不是真老的众生所作用的事，也不是二圣自己执着于啊这个空起的境界，唯独是菩萨，他是定慧云龙哦，定慧等慈哦，云龙无碍。 才能够获得这种极难的大乐，广大的妙乐，啊，又能够啊乐及一切众生。他所乐的，空有二边也不住，中道也不安宁，所以叫做大乐无和。这个和有撇的意思，有魔的意思，这个叫做大乐无和。好，这一段。 何处？何处云？此其方便不如蜜，由善知同体巧方便苦，不但自修功德以益众生，但见他人得为是出是乐，长生随喜之心，而即以此随喜功德，又能普悦及一切物。 盖以即假即空，即造即体，而虽不入于有为之法，不无即然法性大乐也。亦不如有为，故无何。好<吃>，车何处？他说，这位也就是方便多。 方便度，因为善能够了知同体，哦一体众生了，都跟菩萨同一体现的啊，啊，这种巧妙方便的缘故啊，啊，这个同体太要紧了，菩萨就是同体大悲哦，无缘大慈，这个性本身都是相同的。 身体各种形体虽然不同，但是性是相同，本性是相同，是同一体性，同一体性的是吧？既然同一体性，所以一切众生就等于我们自己了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 既然是自己，哪里有有自己恼坏自己的道理？自己没有快乐，哪里不给自己获得安乐的道理？又没有了，所以啊，这个同体太有情了，大家的巧妙的方便哦。所以这个同体巧方便哭哦，不但自修的功德，自己修种种啊，这个。 嗯、功德，种种功德的庄严，用来利益众生。只要看到他人能够获得，不但是自修功德来利益众生了、啊，而且啊，只要看到其他人能够获得世天、出世天的安乐。 还、哎、常常升起随喜之心哦，所以啊，我们菩萨要随喜功德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五就是随随喜功德嘛，第五就是随喜嘛，啊，不断随喜。 这个三圣圣者所做一切的善法，那么诶随喜就是造恶的众生，造恶众生呢，他也有佛性之善，我们也有随喜一个佛性之善，他所然人现在哎虚幻的造作种种恶法，但是。 但是一时糊涂了，我们要批评他，不要嫉恶如仇，不如此，菩萨行者不如此，我们要随喜他佛性之善，所以对世间一切，好，从佛一直到呃地狱的众生，不要升起随喜之心，啊。 而基于此水洗的功德、哦，而而且喽，又啊，运用这种水洗的功德，又能够普遍喜悦啊，喜、啊、悦一切的众生，遍一切无无边的众生的意思。盖也即假即即假即空。 即透即捷，而虽不入意有为之法，不无其然法性之乐也。盖就是因为，大概因为，因为菩萨他常常啊当下入于假宽，而同时当下又能够入于空宽，即空即假即中哦，即空即假。 那么就集中哦，那么集甲甲冠就是会照嘛，空观就是即定嘛，所以即即照集体就是即照元龙定会均等，难道虽虽然不入于有为之法、啊？ 他不入于有为之法，执着有为生灭幻化之法，啊，不如以这种境界，然而不无，不为，就是有，却有。既然发现广大的妙乐，因为他不入于有为的缘故，所以叫做无合。 记载。再看古七七的说明：古七七本见他人得乐，长生喜乐者，举昌门也；见一切下民心象也。假谓一他空，位变气变福而恶相，缘起一切恶相不现，名为造极。 不见出二线，言不如有为；真如隐现，人不无其然。内成乐成，尽此具空。故人得乐，无何道彻。古七七说：尽他能得乐，长生喜乐这两切、啊。 就是腿，标题侧，张断一门来，即一切之下的经文，就说明这种的形象。甲，也就是一他体性，依托中人而升级的这种体现。这个空，也就是遍计所执性，凡夫外道众生执着有十无十法，这个都是作遍计度 都是遍体所持性，遍服二相，普遍能够降服这两种相，依他起性，遍体所持性，这个叫做及一切二相这两种相不现，依他遍起这两种相不现，这个就叫做造集。造起。 不见最初两下两性，依他变起，就是说他不入有为。然而，正如这种影像，正如本性的影像能够显现，就是说不无即然。这个叫不无即然。内证乐当中，尽是虚空，所以说大乐无可。 在内证内心所称的安乐当中，所守关境、能关智都是空寂了，所以叫做大乐无和。好，接着呃最后一段的经文：有受而发，有法而见，云假法性平等一贯，心心行。 多闻一切佛行功德，无相其次，心行生念者。直解明，有受而发，自心行生念一切，生灭喜心，即造之意。以其无何必有，不妨有受而发，受及喜心，发者不留之意。 有定力故不便物转，以及无何于我不妨有法而欠，法即喜庆见者透彻之意。有费力故即能转物，故云有受而发，有法而欠。其云假草，谓以种种出庆，本无实体。 当体如罗法性平等一观照之，法性即法性身，诸佛以法为身，即观诸法之相名假，勿观诸法之性本真。此法性身不随生灭，等虚空界，再生不真，除幻不减，各个具足，是为平等一观。 所谓现无毗卢法界也，尽心行等者，乃复行普贤和门也。为此菩萨虽然自造诸法体性平等，而法身离苦尚未就竟，更当心行发大愿，起大行，一心一行，皆从。 阿闻一切佛行功德而行，是即佛行，不落小乘功行。所谓尽行诸佛无量道法也。无相喜智，心行生念，此二趣者成善。菩萨思为诸佛功德，本乎无相，以无相次，去无相理，以为喜心。 如空和空不相妨碍，故云无相喜次，即此无相喜次，其心张扬，永永无失，不敢怠惰，故云心心生念。好，透彻。直接解,解释说：有说而发。 一直到心心生念，这一阶段的经文是深述说明喜心即定废造的意义，因为它无何必有，不凡是有错而化啊，这个错是什么？就是喜讯，而这个话就是不留的意思。 有禅定力量的云客，正定力量的云客，不被众生所转啊！因为他能无何以无不法有法而见，法是什么？就是喜悦所对之见，这个见，也就是破彻的意义。 有智慧、关照力量的轮廓，他就能够转化众生。所以说，有受而化，有法而见，其云夹者，而他说是夹有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因为种种诸多的成见。 本来没有真实的体现，当天都是如如，都是如如，啊！运用法性平等，一会来关照他，法性是什么？就是法性神。十万三十一切诸佛都是以法为生。所以每个地球都有佛的法身。 既能关照一切诸法的相，说它是假有，啊，却有关诸法之性，它是本来是真实的，本来是真实的，真实也就是真空的，真空的，这种的法性生它不随诸法生生灭灭。 不随诸法生，也不随诸法灭，啊！但是等于虚空界，等于虚空界啊！那么再深，这种的法性，也不增一舍舍；处在反复的地位，这种的法性，也不减少一点点。 个个都去作、啊，人人不这个就是平等一观了。平等一观，也就是法是法性平等一慧的观照，这个平等一观。这个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修行哦，要首先能够来领悟。 比如的法器，也就是如的性海。这个前面我们没有提过，毗如性海啊，要能够先能够领悟觉悟我们的本性，真如本性，要觉悟真如本性。 就是禅家所说的明心见性，先要能够明心见性，然后再正性起修，正性起修就行普贤横门了，就行普贤横门哦。所以下头说到心心行等等，乃复行普贤横门耶？普贤横门,门是什么？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。 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清专法轮，七则清佛处事，八则长随佛学，九则恒顺众生，十则普提回向。就行这些，普行什美。这个就是正信起修了。正信起修，只要心恶披露心海。 在行普贤的恨本，那么你所行一切大大小小的这些功德哦，都是正心的功德。假如没有信物，比如信海，你所行的啊，行这个就是那个而已，行那个就是那个而已。假如能够信物譬如信海他人而修了。 而所谓的日体相悖咯，悟性的人而而正性起修，跟没有悟性的人修行的不一样咯，日体相悖，差太多了。所以慧行不施的人，他不施一点点，但是他运心广大，而且三根体空。 他所获得的功德就是正信功德。那假如不会布施的人，哦，他虽然布施好多财物喽，但是执着三轮，三轮不空。我也会布施的，我布施多么多的财物哦，哇，多少人受我的利益哦，就变成有漏功德。而虽然也是有福报，但是天无享尽，仍然有堕落。 你这种啊，能够正信起修的这种菩萨，虽然不是一点点，但是你三轮体空，就是正信功德，正信功德。所以哦，我们出家师傅们，平常好我亲近持戒，你就是点一直香，供佛。 诚心诚意，我去三轮体空的点一支向来供佛，这种功德都是不得了，都是诚信功德。所以就是有信物，譬如法器哦，最行普行恨门，为此菩萨给他，为此菩萨虽然制造诸法体性平等，意思就是说。 这位的菩萨，虽然用这个微妙观照的智慧来观照诸法的体性，都是平等平等。一如俄罗，那么华身的离国尚未究竟。法身的离是什么？就是大波涅盘寂灭之离。这个国是什么？无上菩提佛国。 这个叫做法生的离果，尚未就竟，尚且还不能正头究竟哦，还没有究竟，所以更加应当心心念念要发起广大的愿心哦，在升起广大的恨门，而每一心每一行，都是从多闻。 一切佛行的功德，一切佛行的功德，而这么去修行，要多闻，多闻才能得涅盘，多闻才能证得无上菩提，多闻才能去除无意，去除种种苦恼。 但是不能执着多闻，要实际修行。多闻了之后要实修，所以多闻许多经经典，但是不如实行其中一一。你能够彻底行道，你多闻虽然也多广播多闻了，但是你都不修行。 就是说，是书保了，也不能获得真实利益。那么多闻能成就无上菩提，这个就是多闻啊。之后你还要假借种种啊，努力思维，在法随法行，真正就能够记录无上佛果菩提了。 所以啊、哦，这里啊、哦，一心一行哦，都是从多闻一切佛行功德而这么去修行的？是即佛行，这种的佛行，它不落于小圣的功恨，不然是什么？啊？就是所谓的进行完全能够修行诸佛无量道法。 所以、哎、法门无量誓愿学嘛，菩萨就是如此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那么无相喜次心心生念这两切是什么？就从这上了、啊。菩萨是为诸佛的功德本乎无相，都是无相哦，都是无相。 都是无漏的，无相就是实相，就是诸法的集美相。运用这一种无相的观智，而能够气质无相的真理，以这个作为喜心，这个就如同以空和空，空和空，它就融合在一块了。 哎，也如同一如和如一水和水，体相都合在一起，不互相妨碍，所以说，是无相喜智。就得这种无相喜悦的观智，起行来张扬身体修行，好来张扬我们这念行。永远永远没有丧失，没有失去。 不敢丝毫有少世怠懒惰，所以叫做心心生念。接着，你再看何处的说明。何处云？以不无大乐故有受，以无何苦而法有法令其妄想，以有受苦。 而且明了，念佛得意。此正也。心佛众生，法性本来平等一体之观，故成此善巧方便也。此修巧辩菩萨，心心行意多闻，使观之正意明了。 乃至三十一切佛心功德，皆以无相随喜，一次智慧方便，一念念中摄取现浅、生水洗念，到这。何处就岂是手？因为不无大乐的名故，所以是有错。 因为无何的明空，所以他就能够花去一切有法，使令他能够光明一体相。因为有时候的明空，有时候也就是不无大了，就是有时候的明空，而见明强，而能够观见诸法之相，诸法之相啊。 说是交友，所以使令互相能够获得利益。这种政策就是要运用心佛众生，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。心佛众生怎么样了啊？是法性本来是平等平等。一一提到这种观察，所以能够成就这种。 善巧的方便，这种修行善巧方便的菩萨，他心心念念都是行以多闻，多闻一切佛行的功德嘛。所以，使令观照的智慧就能够增益明了，分明了了，乃至三世一切佛行的功德啊，多。 运用这种无相随喜的智慧方便，在恋念当中能摄取现前而生随喜念。好，就到这。啊。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哈，我们就先说到这。